我是公共列车长的113年了，1月31号，瑞芳站，15:53，113年1月31号，瑞芳站15:53出发的是23次，瑞芳发车就汉阳加一站8月8.5小圈了。第二次花莲发车将北京受理。第二三天把行交面团机场。拜拜，我的二次花莲发车将北京受理了。第二三天把行交面变组团机场在瑞芳站通过。希望再见，拜拜。好了，然后是123次的8月8.5小圈了。瑞芳站已经9:50，13:00，已经通过21次，刚刚已经通过秀场那边，拜拜。然后听到是23次，看完加油81，8.5小圈了，赶快。